在上一集二次垂帘中，隋立娟教授讲到，慈禧出于对自己权力的维护，选择了醇亲王奕轩的儿子载湉做皇帝，大清王朝又一次迎来了子弱母壮的时代。不足四岁的载湉从温暖的醇亲王府走进了冰冷的紫禁城，等待他的不仅有君临天下的皇位，更有一位垂帘后薄情寡恩的亲爸爸。面对既是侄儿又是外甥的光绪，慈禧要如何做才能让小皇帝向他俯首称臣，永远保持他至高无上的权威呢？哈尔滨师范大学隋立娟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百家讲坛大型系列节目《慈禧》第十四集《君臣母子》，敬请关注。慈禧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了醇亲王奕轩的儿子做了皇帝，应该说对于慈禧来说是一举多得。第一得呢，慈禧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皇权，因为载湉不足四岁，这样呢他未来垂帘听政的时间就会非常的长，所以中间只中断了一年的时间，他再一次重整旗鼓回到了皇位上来操控皇权。那么第二一得是什么呢？在他确定皇位的时候，他再一次检阅了自己的权威，因为在确定皇位的时候，无论是召集亲王还是召集权贵还是周围的大臣，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没有人提出任何异议，在大臣们心目当中他还是非常有权威的，他的话还是一言九鼎的。所以慈禧知道他再一次垂帘听政以后，他不必去整合太多的力量了，也不必去排除异己了，因为大臣们都很听他的，他只要做的就是赶快的去教育这个小皇帝。但是慈禧心中一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隐忧，这个隐忧就是载湉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一直在想，载湉现在割舍不了父母之间的亲情，长大以后能不能割舍得掉呢？如果割舍不掉的话，在他晚年的时候，载湉把自己的父母还奉之为父母，那么自己这一片苦心栽培的心血不就白费了吗？这个铁石心肠的女人就一直在想，怎么样才能让这个载湉成为自己的儿子，让他心悦诚服就认自己为母亲，而且他可操控他。从同治驾崩到光绪登基，大清王朝的皇位得到了稳定的过渡。但是即使贵为清王朝的皇太后，慈禧的内心却也有深深的隐忧。她怕光绪帝长大以后会疏远她，她始终害怕失去自己手中的权力。那么慈禧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手段来教育这个小皇帝，让他永远听命于自己呢？慈禧在小载湉入到宫中以后，他就树立了这样的一个教育方针，这个方针就是断亲情，立威严，传孝道。他怎么断亲情呢？首先在小载湉进得宫中以后，慈禧不顾小载湉的血肉亲情的关系，强行切断了载湉与父亲和母亲这个血肉亲情。母亲不能来见了，母亲想给孩子带点吃的那都不行，而且中断了孩子原来在醇王府非常熟悉的那个奶嬷，也就是奶妈，还有一些丫鬟，这些人也不许入到宫中。慈禧强行的切断了他同父母之间的一切关系。大家都知道，孩子对于熟悉的环境是非常依赖的，当他离开了熟悉的环境之后，他本能的就是一种恐惧，如果有父亲母亲和熟悉人在的话，他这种恐惧还可以排除，当他来得宫中之后，周围都是他不认识的，深深的进宫，高高的进院，对于他来说，这个孩子的孤苦那真是一般人都难以想象的。进宫中18天以后，慈禧安排了从今往后所有左右的进士只宜老成质朴庶人，凡年少轻佻者
概不准其服役。这是在清德宗，就是光绪皇帝的实录当中记载的。这个记载什么意思呢？到宫中以后，慈禧所安排的在小宰田周围的所有的人，只放那些年老的、憨厚的、质朴的、年龄比较轻的、爱活泼好动的，都不准他在宰田附近待着。可为什么安排一些年老的人呢？因为年老的听话，小孩把不住嘴，偶尔就会说了，你妈妈在哪儿呢？你妈妈是谁？他担心这个，他要入宫就让孩子忘掉3、4岁以前的所有记忆，要割断所有的东西，就像灌输军事知识一样，天天在往在小宰田的心目当中灌，醇亲王福晋不是你的妈妈，太后才是你的亲妈妈，天天灌。所以慈禧就通过这样的一种方法，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法来潜移默化的让小宰田在他渐渐成长的过程当中忘掉所有的一切，然后让他知道只有慈禧是他的妈妈。所以慈禧在这个时期用断亲情的方法阻隔了孩子的一种血肉亲情，把孩子置身于一种陌生的、孤苦的、无依的这样一种环境当中。这个环境应该说对于正在成长中的孩子来说是非常残酷的。刚进宫的光绪帝尚不足4岁，他既是慈禧的亲外甥，也是亲侄儿，与慈禧是血脉至亲。但是此时慈禧的权力欲已经遮蔽了他的人伦情感，他无情地对待自己的亲人，强行斩断他们血浓于水的亲情。在断亲情之后，慈禧又将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立威严和传孝道，以保证他日后高高在上的权威呢？第二个做法呢，立威严。他要让小宰田渐渐长大，知道只有皇太后是说了算的，你即使是贵为天子你也不行。他不断地在折杀天子在小宰田心目当中的形象。他怎么折杀呢？在戊戌变法资料当中有一段太监的回忆，在这个回忆当中回忆了小宰田刚刚入宫之后慈禧树威严的一些情况。大家看一下，西太后待皇上无不讥声厉色，说话的声音很急也很严厉，面色呢也很严肃。少年的时候每天都能呵斥他，呵斥声不断，稍不如意就长甲鞭挞。这个鞭挞未必用鞭子抽啊，但是肯定也是暴力的，或罚令长跪，或罚他的长跪。故积威既久，故太后的这个威望在皇帝的心中就已经久久的形成了。皇上见西太后呢如对狮虎，见到的就像见到母老虎母狮子一样，那大家知道那肯定吓破胆了啊，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吓破胆的。至今每听到锣鼓之声，或者呢听到吆喝之声，或者听到呢雨天打雷的声音，这个孩子马上脸都会变，吓坏了，马上就会惊恐的啊。皇上每天都得到西太后面前去长跪啊，去请安的。西太后和他说话很少，请安的时候不说话，就在那跪着不让起，就是不敢起。所以这种威严呢就在光绪帝的心目当中不断的竖起。每天召见引荐大臣的时候，光绪帝依然坐在那里，大臣们长跪在地，在那里跪奏国家大事。那么呢他面对群臣他是至高无上的天子，他的背后就垂着帘子，两宫太后就在后边坐着，太后的眼睛像芒刺一样在他的背上，他不敢动。所以在大臣的面前他是贵为天子，在太后的眼里他就是一个二皇帝，就是慈禧手中摆弄这么一个政治的一个小玩偶。所以从进得宫中之后，光绪帝的皇帝的这样的一个威严就不断的被慈禧所折杀，他的心目当中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这个女人，被让他称之为亲爸爸的这个女人，就不断的需要呵斥他。按照清朝的祖制和满族的习惯，清朝皇帝称呼本朝皇太后为皇额娘，但此时清王朝光绪皇帝的身后却坐着东宫慈安和西宫慈禧两位皇太后。面对这种情况，慈禧让光绪帝称呼慈安为皇额娘，却称呼自己为亲爸爸，
这期间究竟暗藏着慈禧怎样的深谋远虑？隋丽娟教授又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我以为呢，有这样两点非常值得考虑。一个呢，就是大家知道，在中国社会当中，尤其是中国传统社会当中，父亲的威严是家庭当中的至上。国家呢，无一日不能无君，家庭里一日不能无父，所以父亲死了之后，长兄就要称其为父，所以父权在家庭当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当威严的。那么载湉入得宫中之后，那就没了父亲，所以慈禧在这个时候叫树威严，让他管自己叫亲爸爸。第二个呢，他要让载湉知道心目当中只有这一个权位，慈安只能是皇额娘。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教育过程当中，这个小载湉呢，心里这种威严教育应该说是深深的埋藏在了他的心里。那么慈禧除了这样的一种威严教育以后，他还担心，光恐怖不行，光恐惧也不行，见着自己就哆嗦也不行，他要让这个小载湉发自内心的要孝顺他。于是他订立了第三个教育方针，叫传孝道。他要让小载湉从心里一直有一个感恩的这样的一个念头。他知道载湉早晚他得知道他不是他的亲生母亲，但是呢，他要让小载湉知道，我把千年不遇的一次恩惠给你了，没有人能当得皇帝，我把这机会给你了，你不能忘恩的，你得回报的。所以他要用这种强化性的孝道教育，让小载湉萌生出一种感恩的心理。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感恩是一种被爱所灌输之后的一种心灵的共鸣和感情的回馈，它不是强加的，不是你强加给我你给了我一个皇帝的位置，然后你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折磨我还要感恩的，它不是这样的。而慈禧恰恰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她不懂得爱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成长过程当中心理健康发展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种推动力量，而她恰恰把爱给失去了，而树立的全部是威严。所以他希望用孝道的方式，希望在他的晚年的时候，光绪帝能够发自内心的去孝顺他，还能够成为他手里摆布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上的玩偶。在我们的想象中，坐拥紫禁城、君临天下的皇帝必然过着龙车凤辇、锦衣玉食、随心所欲的奢华生活。但是光绪皇帝在初入宫时却曾经做出过跑到太监房中偷食物果腹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还有人敢怠慢皇帝的饮食起居吗？小载湉呢，在学习之前这一年的宫中生活应该说是颇受磨难的慈禧在立了一个断亲情，然后立威严、传孝道以后，除此而外，她对于这个孩子的宫中生活，应该说是大多数时间是忽略的。她忽略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对于小载湉的吃住行，她一般情况过问不是很多的。有一个宫中的太监，他曾经写过这样的一个回忆，说这个皇上啊，在小的时候，因为太监照顾的不周到嘛，所以早晨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帅酒熟干冷不能可口，所有的食物都是这样啊。早皇上美食多不饱，有时御令御膳房一移转品，膳房必须奏明细后，细后则以简得则之，故皇上竟不敢言。皇上的饮食呢，由于太监安排的不好，那慈禧那没有人敢怠慢了，那每天做得很精致的。皇上是一个小孩啊，太监管得又不好，所以呢，皇上所吃的东西多半都是时间长的、做得久的、不可口。所以孩子可能在淳王府吃得又非常的好，所以皇上见这些东西不可口呢，就多半就是小孩嘛，吃点就走了，也不管饱和饿。所以呢，皇上多不能饱，有时呢，他也想一想让御膳房重新给自己做点可口的。那么太监呢，就禀报给御膳房，重新换一个转品，好吃的。
可是呢，御膳房不敢直接做主，得向皇太后请示。慈禧就说了，小孩应该从勤俭为本。那么这一个请求那就被终止了，所以皇上多半吃不饱。吃不饱有什么变化呢？这个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里就说了，说皇上啊，十岁上下的时候呢，小孩正是跑的时候哈，每到太监房中掀翻吃食，拿起就跑，急至太监追上，跪地哀求小皇帝之嬷嬷已入肚一半矣。小皇帝如此之饥饿，实为祖法的约束，真令人无法。十岁左右的小孩吃不饱，犯人不可口，所以每次到太监房中的时候先犯吃食，先看太监有什么吃的，然后看到有个馍之后呢，小孩可能就好奇呗，拿起馍就跑。皇上是不能吃太监东西的，所以那个太监在后边就得跟着跑，不让他吃，然后跪在地下请求他。可是这个时候呢，皇帝一个馍差不多吃了一半了，已经入到肚子里边去了，连跑带颠了。所以孩子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那么除了这个日常生活照顾不周到以外呢，孩子的精神压力也非常的大。光绪帝从小面对的就是慈禧冷若冰霜的面孔，严厉的呵斥，严格的管束。小载湉呢，在入宫之前的时候呢，他曾经得过一个重病，入得宫中以后呢，小载湉呢总生病，然后呢胆子小，身体特别的虚弱。这个孩子呢还口吃，大家知道口吃啊，如果环境比较宽松，孩子不紧张，他反倒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越严肃管他越严厉，这个孩子的口吃反倒改得不好。所以光绪帝一生都口吃啊，见到太后呢，那他就是口吃的非常之严重。在他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没有童年的乐趣，入得宫中就每天得召见引见，和太后在一起闻到的就是呵斥之声，就是严厉的管理。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又没有可沟通的人，因此孩子严厉当中成长之后苦痛又不能说，因此心情非常的压抑。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孩子应该说是我们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的一个很特别的一类孩子。这类孩子敏感虚弱胆小，尤其是男孩子是这样的，父母亲的教育起来可能就会更困难一点。那么这样的孩子呢，我们在今天的教育我们知道就越发应该用母亲的细腻的关怀，百般的呵护来照顾他，更需要一个父亲那种非常坚挺的非常刚硬的那样一种形象，让孩子有一种依靠，从父亲身上学到那种刚性的东西。可是小载湉入得宫中之后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孩子在孤独当中，在寂寞当中，在恐惧当中在成长。所以光绪帝长大之后都是属于抑郁型的人啊，性格性情很压抑，而且神经质非常之紧张，胆子特别小。你包括他后来的时候，珍妃啊瑾妃啊受到了这个慈禧的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他不敢太多的争执，他拿不出皇帝所应该有的那种威严来。所以太监们说的还是有道理的，胆子都已经被吓破了。其实从个人关系而言呢，慈禧绝对不会对光绪一点不管不顾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暂且抛却他私人的感情，就是光绪帝的存在对他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有光绪帝的存在他才能垂帘听政，有了垂帘听政他才能够掌握皇权，所以即使是保证他最起码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提供，他还是能够做到的。从个人关系而言，慈禧和光绪帝之间应该说很亲近的，又是侄子又是外甥，他本能就应该对这个孩子如同己出一样。但是在封建社会当中，尤其是在专制主义等级社会当中，权力比什么都重要，权力的存在有的时候可以掩盖所有的亲情。那么这个时候慈禧为了权力去割断所有的亲情，让这个孩子生活在痛苦之中，那么这个可能性应该是有的。在宫中度过了一年之后，光绪帝到了上学的年龄，慈禧会像对待同治帝一样关心光绪帝的学习吗？谁将被他垂青而荣为帝师呢？光绪又将怎样开启他人生的点穴之路呢？按照清朝的惯例呢，皇子六岁就要读书了，
原来呢是秘密立储，所以不知道哪一个皇子啊是这个真正的皇位继承人，所以一视同仁，请来的师傅一起教这些孩子。那么小载湉呢，他呢生就了，进到宫中就是皇帝了，他没有其他的兄弟啊来陪伴他读书。那么这个时候呢，那就不是给皇子请老师了，那就和同治帝一样要请帝师。那么这个时候呢，慈禧觉着对于光绪的教育，他必须得找一个他信得过的，不能人太多，信人太多之后手一砸，对于光绪帝的教育不太好。他思来想去，认为最合适的一个人，那就是翁同龢莫属了。因为翁同龢呢做过同治帝的老师，而且呢翁同龢还给慈禧讲过，比如说当时的治平保健呢给慈禧讲过课，他知道翁同龢讲课呢非常的透彻，而且呢非常的精致，非常的让人容易接受。而且同治帝那些所有老师当中，同治帝最喜欢的就是翁同龢。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慈禧在立整个的光绪帝的过程当中，翁同龢对于他是忠心耿耿的，所以他认为翁同龢是最可靠的，于是请翁同龢做光绪帝的老师。光绪帝正式开学的时间呢，是选择在光绪二年的4月21日，而开学典礼师生见面会却提前了。这一天呢，在养心殿的东暖阁，小皇帝就坐在课桌旁边啊。大臣们包括老师跟他行完了礼之后，翁同龢就走上近前来，在小皇帝的桌子上铺了一张纸，然后呢翁同龢坐在那里手书了8个大字。第一个是天下太平，第二个正大光，这8个字应该说是包括翁同龢在内，也包括对于小光绪有所有期望的人来说，是最渴望光绪帝将来能够做到的。因为大家知道天下太平正好反映了这个时期人们的一个心理，因为这个时期的清朝已经由强盛走向了衰落，所以内忧外患非常的频繁，人们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小皇帝身上，希望他当皇帝的时候呢国家能够天下太平。那么人们还有一个希望，就是皇帝一定要正大光明，所以翁同龢把正大光明在第一天上课的时候灌到小光绪的脑海里。小光绪很高兴的写完这8个字以后呢，翁同龢拿起小光绪的手，小手，然后在这个描红的纸上教着他把这8个字写下来。这一天当中的师生见面会用了3刻钟的时间，也就我们今天的45分钟的时间就结束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光绪的23年的正月，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整整陪伴了光绪22年。在这22年当中，翁同龢几乎就充当了光绪帝的父亲，又充当了光绪帝的老师，某种程度上他几乎就是光绪帝的精神偶像和精神上的一种依靠。我们看一下这个光绪帝的学习情况啊。整个光绪帝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大致分成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光绪四年以前，你想才5岁多一点的孩子就开始读书了，而且读书呢这个时候呢非常枯燥，识字背诵啊，背书学习内容很枯燥很乏味的，而且孩子这个时候正是活泼爱动的时候，你把他束缚在这个屋子里，他肯定不愿意读书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小光绪不配合，读书读的不是很好，要不就哭要不就闹，所以光绪四年之前不太好。光绪四年以后呢，这个小光绪其实才不足8岁，不足八岁的时候压力也大了，他身体还比较差，还经常生病，太监照顾不好，偶尔不吃饭就来了，应该说孩子应该说学习效率不是很好，但是却出人意料，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光绪帝读书特别的好。翁同龢也一样，在日记当中记载了大量的小光绪的学习的情况，我给大家读几段。光绪四年的11月4日，读极佳，一切皆顺，点书不复争之矣。说这一天小光绪呢读极佳，读书读得非常之好，然后呢一切都非常的顺利，点书无复争之矣。因为
过去没有标点的，所以得教孩子断句的，叫点书。点书也不和老师争执，哎，非常听话，读得很好。这是光绪四年。光绪五年2月26日，读慎家，膳前竟无片刻之停，读书读得特别好，吃饭之前居然没有片刻停留。光绪五年啊，然后呢是光绪八年，自是日起上不侍军机，起寄到书房，此于功课大有益也。卯正二来，读书读极佳，切能讲宫中所看圣训。就从这一天开始呢，光绪帝可能有一些原因就可以不必去等着大清早起来就在那宫中等着去见军机了，所以呢皇帝一起来就到书房了，这对于功课来说很有利的，要不否则坐在那里前面是军机后边是太后在那处理政务，他还没有什么事情，所以光绪帝这个时候就可以早早地来到书房读书啊。卯正就来了，这个时候读书读得非常的好，而且能够讲出在宫中所看的圣训的内容，翻开翁同龢的日记，在从光绪四年以后几乎比比皆是，每一条记载都能够渗透出翁同龢对于小皇帝那样的一种赞许的一种感情。在前面播出的别样母子这一集中，隋丽娟教授曾为我们讲述过同治皇帝的学习情况，慈禧为同治皇帝选择了翁同龢等四位当朝大学士做帝师，但同治皇帝性情顽劣，读书并不勤勉。翁同龢曾在日记中记载，同治皇帝读书十年，却仍然读折不成句。相比于这位堂哥的庸碌，光绪皇帝的勤学善思却得到了翁同龢的赞誉与偏爱。这个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两位大清朝的小皇帝同样面对两宫垂帘，太后听政，同样聆听着翁师傅的谆谆教诲，他们的学习情况为什么差别如此之大？除了两个孩子自身的个体差异外，是否有更重要的原因呢？有两个原因我认为是不能够忽略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心理因素。同治帝呢，虽然母亲要求他非常的严厉，但是那是自己的母亲，无论怎么严厉那也是自己的母亲，所以呢在同治帝的心里，母亲就是母亲，虽然母亲惩罚他批评他，他心里也不一定很高兴，但是他知道宫中他是老大的，他是说了算的啊、哦。所以瘴气就使得小皇帝非常的顽劣，恣意妄为。你像这个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典故哈，说有一次啊，李鸿藻啊就教这个同治帝读书，同治帝特别不爱读书，给这个李鸿藻都气哭了，一边哭一边劝皇帝。正好呢这个同治帝读到哪儿呢，读到论语当中的为政，为政当中有一句话叫君子不器，器呢就是机器的器。那么读到这儿的时候呢，正好他看着老师哭了，这个小皇帝一点不在乎老师哭啊，然后伸出他的小手就把下边那俩口堵住了，然后就叫老师过来，老师你过来你过来，老师过来说你读一下什么意思，老师一读君子不哭啊，他呵呵的就乐了，他说君子不哭。所以呢你能看出来他呢很瘴气，跟老师很随便的，因为有母亲做后盾。而光绪不一样，光绪呢三岁多就进宫了，他的生活的应该正常发展的生活的轨迹就在那一天晚上就突然终止了。终止以后呢，所有的熟悉的环境他都变得陌生了，他被拉到宫中，然后慈禧威严的教育他，惩罚他，他没有依靠，没有依靠，孩子从小就非常的孤独。所以呢小的时候呢，他不知道什么做错了什么做对了，光能听到慈禧在不断的呵斥他惩罚他。所以渐渐长大以后，他会发现，他会揣摩什么样的情况下慈禧能够不说他。他后来发现了，如果读书好，如果背书好，慈禧就会流露出少有的温情。所以呢小光绪帝这个时候就渐渐的就知道了必须得读书，读书了就少惩罚。所以孩子那种童真，那种稚嫩，那种本能的一种寻求保护那种感觉，在这一刻就折射出来了。那么还有别的原因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翁同龢对孩子的一片怜爱。翁同龢呢没有孩子，老人一生没有孩子，
小光绪呢非常的可怜，入得宫中之后常靠的太监对他照顾得非常的不周到。比如说这个光绪六年的时候呢，慈禧得过一场大病，这场大病呢以后我们还会讲到，他慈禧病得很重，朝廷的事情都处理不了了，宫中光绪的生活更难以过问了，所以太监呢就完全让小光绪自己干事儿，自己去铺床，小孩不太会铺床，把手就用床给刮破了，流着血，然后呢要喝茶，喝茶自己倒，小孩不会倒茶，你想从小都是太监照顾他，不会倒茶，热水就把孩子手给烫起泡了。所以啊，翁同龢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气得不得了，然后就骂太监一切无用之人。所以呢，小光绪很委屈的，手烫出泡来了，手也刮破了，但是有人给他撑腰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就这么一点点讨得的公平，让孩子心里特别的安慰。所以孩子总把老师作为一种依靠，有的时候太监笑话他了，他会拉着老师的手，一定结结巴巴的跟老师学，老师啊，一定把这情况学一学，让老师去说太监。所以就在孩子心目当中，翁同龢举手就可做到的一些公平，让孩子感觉到是那么的难得啊，那么的难得。所以呢，翁同龢是他的老师，老师的存在对他来说又这么的重要，所以翁同龢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所以小光绪小的时候爱读书就和这个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这一对如同父子一样的君臣，在学习过程当中就积累了非常大的感情啊。有一件事情啊就非常非常的感人啊。光绪的三年，翁同龢家里啊祖籍有点事情需要回去处理，所以翁同龢啊就和这个慈禧请假，慈禧准假两个月。然后小光绪呢晚上就听说了老师第二天不来了，哎呀，这小光绪啊心里非常的难受，一个晚上的心情抑郁彷徨不已。然后呢他就传旨了啊，你想光绪三年这个孩子才不到七岁哈，传旨了明天书房照常，他希望呢传旨把老师叫来，老师就不走，但是老师还得走。老师走了两个月，小光绪啊如果读20遍的书最多读一遍啊、嗯，然后呢让他读的书他一点也不读，不愿意读。这两个月小孩子心情特别的不好，哎呀，孤独的就像一个孤儿一样。两个月以后翁同龢回来了，这个小光绪啊高兴得不得了，拉着老师的手啊结结巴巴的就对老师说了，我思汝久矣。什么意思呢？我想你想的已经很久很久了。一个说的是情真意切，一个说的是老泪纵横。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过程当中，我们能看到这君臣之间这种如同父子之间的亲情。这一天小光绪特别的高兴啊，高兴到什么程度呢？意气风发的让他背20遍的书他一定背20遍，然后把不让背的书他也背了一个通遍，特别的高兴，连在书房里的太监都感动了。太监就对这个偷偷对翁同龢说，说皇帝啊久不闻此声音，就是这么亮丽的这种背书的声音在皇帝身边已经很长时间没听到了。所以能感觉到孩子这个时候的心理最正常的一种心理就是那种童真的心理，希望自己表现好把老师留住，老师不要走，老师永远做他的后盾。到光绪八年的时候，光绪帝在书房里学习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翁同龢对这个未来的皇帝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希望，他在他的教育过程当中潜移默化地给这个皇帝灌输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包括一些近代的一些东西，近代的思想，近代的科学。那么这个时期呢光绪帝的爱读书也让慈禧看到了，慈禧啊每到节日的时候都喜欢演戏啊，宫中就开始看戏，光绪帝不喜欢，光绪帝每每到这个时候都到书房来学习啊。然后呢光绪帝呢凡是有事情的时候做不了书看不了书的时候，他一定手里要拿着书，走到哪里他都要看书。慈禧常说一句话啊，说什么呢？说这个皇帝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读诵书及诗啊，不管是坐着卧着还是干什么都一定要看书，读书啊和诗。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公认的光绪帝的书读的是很好很好的。光绪在宫中的生活应该说逐渐走上了正轨，无论是严厉，无论是苛责，无论是什么，孩子毕竟在宫中在成长着。
那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宫中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对于他的生活，对于他的亲政，还会带来哪些影响呢？请看下集《慈安之死》，谢谢。